火神精英来了，演技体能大比拼，就是有浓烟过来，你被呛昏了。这没有办法。原来得了金马奖演的也是这样。毕品生他的满分分钟就要做76下。哦，那两个背景好恐怖哦！我不敢相信这一集我可以拿一样的奖。海人血腥场景，火神精英压力大。一打开门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女的脚开开，床上全部一滩都是血。泰鲁哥出轨，沿路上都是一些血块，看到一个大的。那我先打119，同学来了。警铃响起，火灾发生，火灾发生，请救难人员依序跟着犬哥进入火场进行救援，赶快！布好水线，开苗子进行涉水。哇！男生先不要管，先救女生。如果有多位女生，请先抢救正的。受困人员已抢救完毕，任务结束。哎呦！哇！掌声，掌声！哇！好帅呀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太厉害了！好有气势哦！现在什么最夯？火神最夯。对，哎呦，前一阵子有一个戏《火神的眼泪》，对，刚好由我主演。行行，你是李伟涵，演的真好。你好意思，李伟涵，李伟涵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是温升豪，对，温升豪怎么样？他演的，对，我刚好没空。哦，他哦。对，他补上去了。OK， 候补等于是候补演员啊，你开心就好。你很，毕竟这节目我们在主持，我怎么样讲都对嘛。他前面有麦克风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他大家都看到说，哇，你看那个消防员，对不对，在那个火场那种英姿。可是问题是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，也有家庭，对，也有很多背后的辛酸。对，是非常非常伟大的。你不要说只看他们说，哇，长得帅哦，然后身材好，身材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既然讲到这一点，我们就要来看一下，嘿，哎呦，新北市消防局每年都会推出的月历，来看一下，来，我们来看看第一张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翻一下，翻一下，吓死你们！哇哇，这个真的救火吗？这让我们心中更多火了吧？这个复兴，消防员这么帅干什么？很帅，奇怪哎。天哪！哎，再多看一张好。对，再多几张。欲罢不能，欲罢不能。哇！好阳光哦。人肉直升机。哎，还有正面，好痛！哎，你那个怪怪的。很正哦，哇，好大！女生她也是消防员吗？火场出生入死，告诉你们，而且今天还有来到现场，我们今天把现场的猛男帅哥请来，而且是代表不同的月份，有的是去年，有的是今年，甚至是有明年的都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欢迎他们。优秀的帅哥美女消防员，好厉害，真的。那但马哥欢迎，因为马哥有演那《火神的眼泪》。哎呦，对啊，主角主角。没有了，我在里面担任一个小小的分队长，对对对，也是一个面对上司跟下属的一个润滑剂，承接了上面的压力，还有下面下属的反弹。有啊，因为我看到里面有很多有一场戏，比如说像一开始冠廷他可能脾气比较冲一点，对不对？他也是照着这个规矩来，结果后来可能民众有一点不开心，没错，因为毕竟在这个火灾现场。有一些情绪，一定会有情绪，所以你要负责的就是来调解一下，对，要不然到时候如果真的跟民众发生对冲突，我们反而会很。可是我们看那个戏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气到想要打那些民众。我们在拍的时候，也会想要，他们怎么会这样？可是没办法，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这个剧本是根据了我们这个导演经过大概长达3年多的田野调查，所以我们所演的东西全部都是真真的。消防员是不是 EQ 要很高啊？就是你就面对那些没有办法，每个人都 EQ 那么高，对啊，所以要靠他们在那边调解啊。哇，对，你不能真的去
对酸民去动手。可是如果说你在救火苗子，不小心的，不小心，这没办法了，不小心，水柱太强了，可能会这样啊，把对方喷走了，这不小心，这不小的，不小心，不小心的，对了，难免难免。那我们可不可以示范把小优喷走？其实代表酸民吗？我没有没有，我也是代表就是一般的观众，以及呢很想了解消防员他们心酸的这些血泪史。对，我们今天来好了解一下。真的，首先第一位哦，由我们这个消防界的彭于晏之称上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四月消防阅历2021的蔡尚林，然后我现在服务于社后消防分队，是一般分队。哇，你很不一般的消防员，是不是你个跳板而已？是不是其实想要当偶像？想要进演艺圈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有经纪公司？很真的，四月份我们刚刚好像没有翻到四月，对不对？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这个吗？发的啦，这是2020的，在这里。他自己有准备，他自己准备。哇，帅！而且刚刚按下一看，他说：“哎，我愿意跟他交往，交往我可以。”你现在有现在有女朋友吗？现在目前是稳定的，稳定。可是多少人心碎，开心啊，稳定了，很帅。想要安心雅的话，你有可能愿意分手吗？对，是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啊？有待考虑。开玩笑，人很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但是各位，第二位是美女哦，听说是消防界的张钧甯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灾救护大队月明分队，我叫于真。于真，他就是这一个、啊，就是这就是你、就是、对不对？好，身材好对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已经过期很久。不会啊，不会不会，没有。对，讲的好像你好像有酸臭味一样。没有，没有，真的太惨了。各位，接下来两位是我们2022的代言人。哎呦，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玉伦先。大家好，我是2022年消防阅历代言人，那我叫魏玉伦，目前服务于南亚分队特搜队。哇，特搜了，阳光阳光帅哥，对不对？厉害。接下来犬哥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我是明年的阅历代言人，然后是2022，然后我是树林分队刘家犬。哦，树林分队专救队。哥。还有巴西，还有巴西大哥的感觉，厉害！犬哥，所以这个也是那个不是我了。你不要我们明年，犬哥不是狗啊？是你啊！你真的很讨厌。哎，没有那个。我话没讲完，他可能叫犬哥的原因是因为他对搜救犬很有一套，他专门在训练，我是这个意思。你自己本身也有吗？也有一只搜救犬吗？哎，不是，我是因为名字有个犬，然后就变犬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明年主题也是动物，爱护动物，也是有猫跟犬，大家有兴趣可以买明年的。哇，好期待！先不公布而已，这个太新了，好不好？开心他们来的，对。不过这个带火神眼泪引起很多的讨论呐，包含这个消防员他们的辛苦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一个来看他们的喜泪，好不好？是是是，来看一下，来火神们的苦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你懂吗？懂吗？懂吗？第一个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任务，哇！犬哥，你擦过什么样的死神？哎呦！你说与死神讲什么？我们只擦过皮鞋、啊。我没有那个死神，不是擦肩，只才搭着我的肩，有没有？太可怕了。有时候那个意那个你觉得很稀松平常，它就会发生。像我们有一次跑一间的火警案件，它是个火警查包案件，工厂火警查包，想说就是没什么事嘛。嗯。啊，就我是第一个人车道，然后我们就进去，啊，就现场就给外劳，他们不知道讲什么，移工。移工。听不懂。然后听不懂，因为我听不太懂嘛，我就请那个学弟先布下，我就先跟他。我就拖他进去去看，就到里面的时候看到，我就看到一个景很惊的，就是面对那个景，然后右前方就是一个两楼高的火车，这样跟这个景很像。两楼高，楼高的火车，那么高，六公尺的火车。然后有四个移工还在拿灭火器跟室内栓在灭火。然后我哇，心里想到战与逃，我在想哇，我要战还是要逃？我就看那个火不太多，因为我们像我们打是几年，我就看那火理论上打应该是越打越小，它不是它越打越大。然后我就看龙岩是往我刚刚那灯光明媚的那个夹层跑，你知道吗？往那边冲！哇，看到吓到，马上喊撤。然后那移工可能听不太懂，听不太懂。冲马卡，冲马卡！还是往前走，你知道吗？拿那个灭火器跟那个室内栓往前走。我说话讲啊，不行，我讲英文哦。Run！ 他们用。Run！ Run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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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！
三条线，我没办法沟通三条线，哇，然后哇不行。消防员英文也要好。奇怪，为什么会一直要把喜往喜剧路线带？就是想说这个，其实做的太闷，就可以很轻松讲，就是那时候想女朋友刚交嘛，我不行，我要活下来，对，我就马上往逃那地方跑，结果我到门口差不多十步的距离，整个烟尘就起来了，然后整个都十步就烟起来，瞬间它都变暗，都暗掉，然后剩出口有一点亮光这样，然后出去我吓到，我就开始赶快回报。因为我是第一车道，我就开始回报说要请那个后面赶快到，因为里面还有四个人这样子。而且你们都要一秒决定现在到底是要跑还是要救火，就是很快就决定说要走。对，他们专业，他们很专业，可以看到这个能不能控制，不能控制就撤。他那个差点下一餐就是用稳的，对，差不多四十，多想几秒就来不及。因为那后来都蛮严重的烧烫伤，所以就是如果晚一点的话，其实后果就会很严重，就可能就没办法拍阅历了，就可能就是拍那个。啊，不会。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。然后我们刚好我们这个局啊，其实我们还是主战的，就是真的有人的话，我们还是会去搜救。然后刚好今天不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消防局，我们官方脸书新北消防发的面，他有做那个我们搜救成功的影片。真的要救的话，我们还是很积极在救，一定要的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影片。消防栓，消防栓就要打开。再来上来一点，帮我拉一下水线。这个很危急呀！哇，英雄英雄！要打电话出来吗？安全吗？厕所在左边，现在还有时间上厕所？不是找人，他躲在厕所。吓一跳！你帮我灭火！你帮我灭火！我要进去了，快点！是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那个好，回应了，回应了。好想哭哦，他被困在厕所里面。对不对？也是等着人家要救，一条人命就这样救回来，真的。对啊，啊，犬哥体格那么好，这个我们对不对？看到对啊，就觉得说，哎，他真的很有肩膀嘛。可是女孩子，哎，这一点是你自己本身从小就想要当消防员吗？还是？对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不太喜欢做一般就是行政工作，那我对就是比如说跑步游泳，一开始对跑步游泳那骑单车都很有兴趣，然后后来想说，哎，消防员好像会用到很多体能，然后我就报考了。这么极端啊，当运动员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而且玉珍好像你的家人也是一样的工作，我先生是也是消防队，结婚一年多。那这样子你会不会担心？他也出生入死，担心会啊，都会彼此都很担心。然后其实我比较担心他，因为他特搜是几乎只要火警他就一定要支援，他不分辖区。那我是一般队员，我有分辖，比较有分辖区这样。然后他就是有一次也是打火的时候，他已经打就是火势熄灭，他就才转头一出门，就是出那个铁门不到三秒，那个铁门烧断直接炸下来，然后三秒，对，我老公就吓到，压到了吗？对，没有压到，就真的差就没有压到，不然你差三秒，你只能不能搂压额了，真的，你跟人家叫他很奇怪的，人家怪怪的，人家这么开心来录影，不是因为小优你吉利一点，故事我对身临其境，想说对比较放感情，哎，差那个三秒，他可能就变成寡妇了，哎呦喂。担心，这个担心，那有没有考虑说，就是每一个事件之后，你想说，还是我们换个工作啊？有没有这种想法？但其实我跟我先生，就是我们目前都还不会想要换工作，哎，因为就是我们还是因为你有三个消防员坐在你旁边的关系，没有这样子，主管在看，不是。我觉得应该还是我们热忱还是在于救人，因为我觉得消防员是等待救援民众的最后希望。哎呦，哇！所以我还是我跟我先生都还是热衷在救人。火灾真的是大家有碰过是不是？对，我曾经也就是有酿成火灾在我的家里，因为我家的那个电磁炉是感应式，然后我家橘猫就跳上去，然后就起火，因为刚好旁边有放手机易燃物，猫醉那猫就熟了。然后我那时候在上厕所，然后我就闻到烧焦味，我就快点冲出来。
感应。那猫咪没事吧？它没事，可是我的手机烧掉了。然后那时候，对，然后火就越来越大。然后我就想说我要镇定，我就打电话给119。然后他问我说，就是那个火是多大？我就说目前是局部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，那个大楼有没有那个灭火器，叫我先用。然后我就说好，我去弄。然后我不会，本来不会用，我现在那个时候我都会用了。哎，对，然后就灭掉了。会用灭火器，肾上腺素。可是很强啊，因为如果我遇到这个状况，我当下这么紧张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个灭火器怎么使用。但是如果今天有这么多消防的那个帅哥，可不可以教我们怎么用灭火器？真的，这个真的大家多学一点。上林要教吗？上林，直接站起来！你走出来的样子，不要好像一定要带来主题曲一样。你是要带来哪一首歌曲？你出来直接，有一种要唱歌一样。我教大家怎么使用灭火器。太帅了！那我们呢，就是有口诀的，有口诀，口诀啊，教一下，教一下。脱爆盖送啊，对啊，不是啊，那个是不是烫伤？烫伤，烫伤的。就是湿搓冲捧擦。哎，真的，我确定你想要当艺人了。他在这个就是拉拉，然后拉苗，拉苗射压，和拉苗压。射什么？射根本啊！哦，你想什么？那我从一嘴巴讲出来就怪怪的。对啊，什么拉苗压、拉苗射、拉苗，奇怪，拉苗压、压扫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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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你没有对象，要不要叫他站在前面？对，小优演火很像哦，他很容易让人家火大。太配合了。假设前面的，假设在前面这一边，这可以可以喷吗？拉。拉拉掉那个，这个算是像擦消，擦消，先拉掉。哦哦哦哦，我们就是瞄准，瞄准，然后压。你一定要这么帅吗？可以，就是人家天生就长这样。对啊，不要怪人家，他很自然，好不好？压压，真的好耐看啊！压下去，就是重点就是要瞄准火源的根部，就是去扫根部。哦，不要不要上面，根部就是最底的地方。所以那这种钢粉型是什么样的火灾都可以喷吗？基本上这个是什么火灾都可以喷，然后它有分 A 类、B 类、C 类跟 D 类。那 A 的话就是普通的火灾，嗯，然后 B 就是油类，对，啊 C 的话就是电器，哦，啊 G 的话就是金属的火类，还有金属的火类。还有关于这口号的部分，玉伦是不是有其他的口诀可以教我？是，如果遇到火灾发生的时候，其实要记得一个口诀，就是小火快跑，浓烟关门。小火快跑，基本上民众啊，他们一定要会来哦，赶紧照，赶紧照，不是这个吧？这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对，好像有点怪怪。浓烟关门，对对对，因为基本上火场很大多数都是因为浓烟呛伤，然后而罹难这样子。那一般民众可能看到火灾发生的时候，他们会想要逃生嘛，第一直觉反应就开门。如果你一打开门，看到说，哎，外面都是浓烟。那这时候就是要把门关起来，对，然后把门缝给堵住，防止那个浓烟跑进来。然后民众可能会有一个错误观念，像刚刚就讲，哎，躲在厕所，对，那其实这是错误的，因为他们可能会想说，哎，厕所有水啊，所以要躲在那边，但其实是错误的，因为大多数的厕所的门啊是塑胶做的，哦，对，它的耐热性是比较差的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尽量还是躲在房间里面等待救援。木头的门就可以嘛？哎，房间因为可能耐热性比较好。木头？那你为什么不选一个木炭做的呢？木头也不行啊。木头烧起来哦，木头不行，木头很助燃啊。助燃对。哇，那我家每个门都是木头哎。哦，那要赶快换钢门啊。这个对话好奇怪啊，怪怪的，刚做的门，对啊，真的在这个火灾现场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有像急难救难包那种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有些人万一呛到啊，我有那个，你有准备，就是灾难来的时候要救难包，救难背包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包包很好的，对，对啊，背着你就是跑的时候很方便，太好看了吧？跑那也要时尚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超级厉害。哎呦，就是现在要戴口罩嘛。啊，口罩是一定要。口罩要了。这个是那个防震。防震。不是野餐。是什么？哦。哇。黄色，好可爱哦。要干嘛？啊！哇，这个太时髦了啦。可以，就有东西压下来的时候，头不会受伤。真的假的呀？戴个安全帽就好了嘞。对，安全帽不好弄啊。这个有用吧？泡面，泡面
如果刚好你遇到好运遇到热水，你就可以吃了。没有热水可以干，绳子用火煮的水，用火煮水。科学面，科学面可以干。好，零食，零食，水，水很重要。手电筒，褪黑激素。褪黑激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这种很紧张害怕的时候，我跟你讲睡不着，我就很难睡。救援。对啊，你就可以睡好，也睡好才有好的体力。哎，我很多哎。这个很多腿手套，然后手套这个是凿，哎呦，就是玻璃的那个敲玻璃，击碎击破器，击破器，击破器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还蛮好的。哎，没有真的啦，硬碟，硬碟要干嘛？电脑都烧了。我跟你讲，从小到大的照片都是回忆。哦，对，好吧，取吧。所以这是逃难的时候要带着这些。对，手电筒。哦，手电筒要。它是那个可以用转的。哦，不用电池的。哎，其实这一包蛮实用的，都蛮重要的。哨子，哦，对，哨子，哨子，哨子蛮重要，让人家知道你在哪个地方。热血是吹哨子。对，啊，你这是干什么的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很时尚。这是镜，哎，那个脖子，保温，保温的，哦，可以包住玉米来烤的吧？那个，烤玉米。啊，这是一个衣服的感觉吗？哇，烤玉米，哇，好闪亮哦。它的材质如果是麻的的话，我觉得受益了，吉利啊！麻布的受益。等下我有点听不到。我就是有你啦，不是你这个在冷很冷的时候，它会保暖，而且你知道这在那个米兰时装周有人这样子穿，很时尚。不。可能在欧洲，他们比较没有一些习俗，所以爸，对我觉得比较不会，你爸妈不会想要看到你这样。其实蛮好看的。我们想要问一下，就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有用？我也有准备那个急难包，因为我觉得新雅的已经很完整了，但我准备的是透明，因为在你这个真的匆匆忙忙的时候，透明的更好找东西。然后呢，我的基本蛮简单，就零食嘛，吃的要有。我跟你讲，还要有准备那个。这个是枕头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礼貌人，但是我们睡觉其实女生老实讲都不穿内衣。那突然现在如果火灾了，对不对？你赶快逃，赶快逃！可是你又要等，比如说有像上林这么帅的消防队要来，穿内衣要来就是救我，我要先穿好内衣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睡觉不会穿内衣啊，而且有的人还裸睡。我没有 care 你怎么睡。对啊，上林这个哎，这带这个内衣是了吧？对啊，哎，这个内衣其实是可以的。啊。因为它是一个鲜艳的一个物体啊，对。那如果有其他颜色也可以，就是更鲜艳的。那我们可以荧光色，对。然后可以再准备一个棒状物。哦。要干嘛？上林越来越歪了。然后啊，这样就对。哦。越鲜艳越好。你看，准备这是对的耶。但刚刚看到其他的那些是真的有用吗？就像那个锡箔那个有用是吗？对，是有用，就是可以保暖用。在火场当然是不能使用这个啊，就是会吸热嘛。对，像我们在烤那个玉米。对啊，对啊，受热均衡，所以还是要观念正确一点，好不好？没错。不过刚刚前面讲的是这个与死神擦肩而过啊，各位有没有真的碰过真的有自己的同事罹难的这种？哎呦，天哪，要哭了。嗯，有吗？大家看过那个《火神的眼泪》吗？我看的时候真的边看边哭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很难过，因为难过的是。它里面很夸张，你知道吗？而重点它是真的啊，不管就是那个刁民啊，还是一些不了解我们的长官，其实都是真的。我先讲我知道的故事，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是一个学长啊，然后他也是安检小组的，然后他也是放假去救火，然后刚好去到那间跟我讲那间工厂其实很像，他是进去里面查看的时候，然后工厂突然倒塌，然后他就喊。他用无线电喊救命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无线电真的是不是很好，我那时候在值班，你知道吗？跟火神的眼泪一样，听到那救命第一声，很奇怪是灵异事件吗？因为我们那个那个以前那个大金刚无线电有时候都会自己发出声，它是灵异事件，好像不是哎。然后后来又听到第二声救命，就是戴面罩喊的，其实不是很清楚。后来就看到听到第三声是整个面罩拿起来那种大声呼救那种救命，我大概还知道可能里面真的有人受困。对，然后后来好像三四个小时救出来的时候，那学校已经烧焦了。然后那因为那时候我刚毕业，然后后来我就变当引擎车，就当第一台车。其实哇，整个过程都是很难过。
所以消防员真的是很伟大，很想要就是他们有新的一些装备，可以更安全一点。哦，哎，我有一个朋友，然后那时候他就是失业在家，可是因为他那时候交一个稳定女朋友，那女朋友就说：“我爸妈觉得你没工作，我不要跟你结婚。”他想说：“我一定要去找个稳定工作。”他就去报考消防员，想说这样子父母就会接受他了。结果他在报考期间就受了超多伤，就一直就是可能就是去医院啊，然后动不动就是什么什么手烫伤啊，怎么样烫伤，结果他后来还是没有考到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真的很厉害，真的是很厉害，很难考，其实没有这么容易的，要什么都会。对，有些人可能觉得说，哎，那我就去当消防员好了，哎，拜托，真的也当不上，很难，而且不只要救火，还要其他的什么爬山、救灾难、灾难的救护、游泳要还都要捞，都要会。对，一般民众可能只会联想到啊，消防员那就是有火灾的时候他们出现，没有救难。大大小小的很多状况，还有医疗、救护的部分。你连我们在这剧里面有看到，就是连比如说在公园里面有阿伯在闹，醉汉也是，对不对？消防员也要去，就是他们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体能要非常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训练有一个体能的标准吗？哎，其实我们有很多训练，那其中一个训练是救助训，还有数据的来看。对，这是我们其中一个训练，它的体能的标准。那像伏地挺身。他的满分就要做一分钟就要做76下，76下，对，所以我们平常也会自己自我要求、自我训练这样子，对对对。然后仰卧起坐也是60下，也是一分钟，你就知道多快。那真的，你们真的都可以做得到，玉伦可以是不是？就是我们会以这个为目标啊，满分都是通常以满分为目标。哇，所以玉伦可以哦，真的。示范要示范吗？示范，你要示范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可以穿衣服做啊？那不是很好？一分钟，对啊，1分钟。六块腹肌要脱一下吧？脱衣服，全哥说脱衣服做，脱衣服。如果是要，他是那个乐队的代言人，对，你代言人。那代言人，我们想看一下，是真的也是不了。对啊。你的体脂肪太低了吧？功夫里面一拖就是在长这样，超强啊！哇塞，哎，安心啊，麻烦安心啊，麻烦检查一下，安心啊，你重检重检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超级硬的，你们我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很硬哎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好，你在摸哪里啊？没有，顺势摸下去嘛。好，一分钟哦，好结实啊，好结实啊，天哪！哦，来了来了，一分钟，预备备，计时。开始！哇塞！哇，不用摸就很好看啦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好好看哦！这两块重量，17、18、19、20，可以配速哦！23、24，哇，好好看！要配速了，现在速度没有变慢过哎！好厉害哦！那两个背肌好恐怖哦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。有必要这么拼？我觉得有点太拼了哦，看到镜头发疯了哦，你太帅了，我牙口真的是好，而且他在夹的时候背好美哦，那个背超帅的，可以夹水果，新牙心动了，真的。现在有没有女朋友？有女朋友吗？啊，有啊。谢谢，谢谢。会介意交第二个女朋友吗？可以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哇，太厉害了！掌声给他鼓励，这没话讲啊，这没话讲，这没话，一百下，身材又体力又好，那你请你会几分？什么？King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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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有限，不会，时间啊，快点啦！你每天直播在那边直播就可以，他这太强了。
太强。我们做不了那么多，他这个是太猛了。我们好，来啊，帮 K 哥计时一分钟，太快了吧？我站比较久，所以我脚有点充血，充血。暖个身，暖个身。你脚麻你。先帮你放国民健康操啊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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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计时一分钟 ，K 哥计时。还没还没还没。计时开始。一二三四五六。到位了，到位了。十、十、他十二，不能被击，你知道吗？水瓶座不能击啊。水瓶座。哇。二一。哇。二四二五二六二七，蛮厉害的耶！三十三一三二三三，天哪！哇，真的相信这一集不跟他一样的时间。哇塞！哇塞！你敢也开始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还有两个。哇，小鱼，小鱼。差不多了，再多做一下就九分呢，不错了。再多做一下九分，那八分的七十啊，很强哦啊，真的，他们都觉得很强了。对啊，天哪！等下我可以去休息一下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不知道你怎么这么平，其实但你脸没有红哎，你脸没有红，蛮强的，很强哎，厉害。是已经到虚的位置，脸不会红哎。天哪，好厉害，我真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在干嘛？啊，不，我们看第二条了。现在看第二条，看第二条。谢谢谢谢。好，哇，好，第二条，哎，上山下海救援全部都要帮我们刚刚提到一点，真的。大家有做过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呢？全哥，哎呦，全哥真的辛苦了。像我就是比较喜欢第一线救灾，所以我是专救队，然后我是潜搜队，然后我有划龙舟，所以我平常没事就去潜水，然后跟划船，然后我就有经历，我那时候刚好潜排拿到的时候，我就有经历那个复兴空难。然后去负责潜水搜救，那时候刚拿到嘛，然后去就是很坦克，其实水很冰，感觉很差，其实基隆河很黑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都看不到，然后下去摸，我就要摸，好像还有生还者，你知道，很激动，结果抓起来是一条大鱼，然后就被那个徒手抓鱼，然后抓到一只鱼，以为是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对，就是一只，我也是那种肢体有没有，就是鱼的，然后因为它也是很大只的，所以还不太会动。啊，好，我在演鱼，你也尊重一点，你看一下嘛。哦，抓起来才知道，然后还有，不然就抓到那个学长的腿，有没有？啊，他们踢很，我好奇怪，哦，他这个动得很厉害，啊，就是学长的腿，你不要抓我。那啊，真的。其实是你们在搜救的时候都没有那种害怕，因为你腿其实是很害怕，所以你有时候都会把它当作是那个，就是你他其实不是，啊，你摸起来就很像是，啊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哎，其实除了打火以外啊，山难搜救也是我们的工作。然后像前阵子啊，有一个人去宜兰爬山，然后他就迷路，然后失踪了。嗯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去，因为那时候我才刚下分队没多久，所以我想说，山难搜救可能就是沿着路这样子爬上去，爬到山顶，然后一边搜索。然后没想到山顶之后，我想说是不是结束了，结果没有，学长说要开始往林，我们在林线上，然后往两侧。往下切，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装备拿出来，就是什么开山刀啊，然后镰刀，然后这样开始一路切，一路往下切这样子。那种其实蛮陡的，就是每一步都要很小心，不然有可能就会滚下去，就滑下去，对啊，失足就下去了。对，因为我有个影片，就是它那个草已经长得比我人还要高了。哎呦，来看一下，山难搜救，哇。这就是我们往下切，就是很斜。哇，那个草很高哎，根本没路，早啦，踩空就这么大一块，怎么走？而且很容易会被那个扎到。哇，天哪！哇，踩空好可怕。我自己是在搜救的时候，我自己有踩空，差一点滑下去，我就赶快抓住，然后就天哪，卡在树枝那边这样子。卡在树枝，那你会跟说学长救我救我，还是你就？
没有，我就冷静的爬起来。自己爬起来，用他平常练的那个臂力把它撑起来。对啊，对啊，谁叫他一分钟可以做100下？输了就硬生生就是比我多三。输了也不用这样，你输了不用了不起，可以这么酸，好酸哦。啊，不，他们体力练那么好，不，他们身材练那么好，其实是有需要，因为他们有时候救援的时候，可能要，比如说抬起伤患啊，哦，对，有些可能会甚至有点重的，让你们也有办法抬吗？是，有，当然有办法，一分钟100下，怎么？你不要，你为什么那么酸啊？来宾，不是有70下就不一定了，就可能抬不起来，100下。你真的是酸葡萄。谁要说说？对对对，哎，谁来上林？你可以示范来扛一下，比如说伤患啊什么的。来，哎呦，可以可以。那伤患要先受伤才行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好，先让你扛一个轻一点的，好不好？轻一点，哎呦 ，Cibo， 来 ，Cibo 几公斤？来，可以说说看吗？50左右，50左右，那就是九十五，55。Cibo 来，就是有浓烟过来，你被呛昏了，这样。嗯，好，上来就把你来。饰演一个昏倒的人。预备备 ，and action。什么东西？刚刚也就昏倒了，你演戏可不可以稍微雕一下？没有铺陈啊！真的，他是学音乐，他学音乐，不要跟他学音乐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他是音乐系的，不好意思，这样可以。不是表演的，再次再次，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原谅他啊！浓烟呛到，好晕倒。哇哇哇！哇，演的跟第一次一模一样。这时候上林出现，小姐你放心，我马上过来救你啊！哎呀！转圈吗？转圈看看。可以救两个，你可以一次救两个吗？1、2、3，他是要迎娶是不是？要迎娶他，我还以为是新娘新郎在玩游戏。完蛋！可恶，我穿裙子。对，要不然就你。不好啊，演。我要昏倒，我好想演。啊，这个没有救了，这个没有救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昏倒了，来。对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赶快打电话给白云，打电话给白云，打给白云，对。好坏呀！不会，姐姐。想说难得的机会。刚刚我们这 SOP 也是对的嘛，只要有那个不是藏一色的，不是藏一色。哎，超痛的不行，那个不行。哎，你真的很壮哎，你很厉害哎。不，我觉得如果今天是男性伤患，然后有点偏重那种，你也可以。怎么办？当然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这样吗？没有在怕。原来得了金马奖演的也是这样，我是退他的演技啊。好烂哦！同学，怎么办？我马上过来救你了，放心。哎呦，怎么办？真的也可以吗？救他！救他！怎么办？救他！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厉害哦！好厉害！哇，金马奖超重的，超重哎，我真的很重哎！天哪，好辛苦，不要受伤哦！而且完全没有犹豫就扛起来了，70公斤的，好厉害哦！基本的训练就是一定要的，这样才可以把握说我们每次出勤就可以救。训练到大概几公斤之内是可以把扛得起来？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训练的时候都是可以做自己体重往上加。可能一两倍这样都可以。哇，一两倍是深蹲哦，深蹲啦，深蹲他至少要做100多公斤，所以我们平常也是不要把自己吃太胖。对啊，要啊，真的。好，谢谢你的示范，太强，谢谢，安全感油然而生。你会不会觉得出来就到头来没有抱到新雅，好像有点损失？结束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怎么每一个都是差不多演的？那么西蒙交换。好帅啊！所以消防员也是看人，看这种就是人吧。我们就看到新人，看这种就好像扛个猪肉一样。这个是新娘，这就是新娘吧？对。哎呦哇！哎呀！开心那个手臂，圆梦很有安全感。哎呦，好帅，很稳呢，很稳。连扛了3个人，连不红气不喘，真的好厉害，对啊，厉害嘛。
团觉得是安全很多，福利针大概可以100下。你不要问，你不要问这个，没事。到底要讲几次？你好讨厌，主持人，你不是消防员。对啊，真的好，你突然间变得好讨厌。好久啊，讨厌很久。再看第三条。好，第三条是什么？踩到柠檬了。天天上演害人血腥情节。哎，就是刚好就前阵子发生，就是清明年假第一天，4月2号的时候。那我们分队就接到通报说泰鲁哥出轨，对啊，那个你有去啊？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，我们新北特搜就被分配到最里面那两节车厢，最惨，对对。然后我们就进去，其实里面隧道内其实跟外面完全不一样，就里面是非常昏暗的。对，然后我就靠着那个头灯的亮度在那边走，然后沿路上都是一些血块、尸块，然后血迹，然后散落一地的行李这样子。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到达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大体，然后他的大腿已经跟身体分离了。对对对。然后当下因为我才刚下分队，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，然后我就有点吓到，吓到，我就有点愣住了，就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对，其实我在那边就是睡到那里就是待了一整天嘛，然后回到分队之后，就是我还是脱掉口罩，然后洗完澡，就是还是依稀可以感觉到，哎，好像有隧道里面那个血肉味，然后跟那个油漆混杂味道，感觉就残留在鼻子这边。对对对，天哪！余真应该还没有遇过这样子的，因为你还蛮年轻的，还是你有？如果有血腥的话，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。有一次我跟学长进去一个巷子，那时候那个报案者他什么都没有说，他只说疾病，反正女生好像不舒服而已。那我们就说好，那我们去到现场之后，然后一打开门，因为我走第一个，一打开门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女的脚开开，床上全部一滩都是血，然后一个小婴儿躺在那边，生小孩，然后他的那个脐带他自己弄断，然后还有胎盘全部出来，然后我就冲上去，我就先压 CPR， 因为我看一看那已经干掉了，然后什么干掉了？干掉了，因为我可是我就先压，我就边问他就说，对，我说你还有要救吗？他就说他要救。我就说你是就什么几点生出来？他就说他6:30生出来，但是他7:30才报案。后来就我就是帮他做抽吸，就抽不到东西，就是因为已经干掉了，全部对。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怀孕多久？你不知道吗？他就说我就以为自己发胖而已。什么？天哪！然后他就是也都没有产检，我好像那个宝宝才7个月吧，然后就这样小小的，才比我手掌大一点点而已。我就觉得很难过，就是一个生命就走了。可是说真的，天哥，这个要 EQ 很好。如果是做这个事情，我会骂，当场会骂那个妈妈，怎么那么不负责任？我会干掉。对对 ，EQ 要很高，对，而且要能够面对这么多的生离死别，对，才有办法。真的。OK， 我们今天聊蛮多的，好，那中间当然有一些开玩笑的地方，但是也真的把每一个人他们遇到这个事件以及消防员的伟大，我们有真的有体会到，对，真的对。OK， 我们这个假如自己没有办法，成为打火英雄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多做好事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买一本月历，自己也赏心悦目，真的。今天要再次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马哥，谢谢。同学来了，百看不厌。不想漏掉最精彩的内容，请用力订阅加按赞。还有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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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。